叫做盘旋。那我趁这个时候我要讲一下，在因为我们12月4号在台东美丽湾，就是在三元海水浴场那边，我们在做会有一个活动，在就是有没有听过美丽湾的事情？有。哎，我帮就是想就跟大家来宣传一下，就是说我们那天12月4号会有一个活动，然后我们在那边是要把那个美丽湾拆掉的活动。对，那边有个反反反美丽湾小组，那他们是想要把就是现在的旧有的这个水泥的建筑把它拆掉。那其实要跟大家讲一个观念是说，我们大家认为是在那边把建筑物拆掉是一个比较就是比较省的方式，不会浪费我们的纳税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那边必须要维护，如果是要把它留下来，就是要有维护它，然后做一些有的没的事情。那我们一步一步把它拆掉，其实我们花的钱会比较少。那在拆掉的过程，我们会那边的小反反反美丽湾小组会做音乐会、做展览，然后做有关相关的艺术的创作，在那边就是利用那个建筑物，然后我们在那边海湾要把美丽的海湾就是找回来。那12月4号，如果大家刚好有要去台东，那我们那边在那个海边会有个活动，我也会在那边唱歌，然后就很简单的舞台设备，很近，我们就在海滩上，在那边唱歌，然后在当天也会有一些其他一些很棒的原住民歌手，包含最近发片的巴奈，也会在那边，对，等之类的。那希望大家也可以持续关心这个活，就是这个活动。那因为拆，其实我们没有的，就是没有，其实没有政府的帮忙，应该算是没有政府帮忙，我们必须自己民间去想办法把那个东西拆掉。那所以一层一层的拆，所以一层一层的有活动。哇，我真的觉得他们太那个想法太厉害了，真的又没拆掉一层就办一个活动。对啊。好，这是12月4号，就后天了。那就是我们要守，就是就把很硬的转回来，就是我们要想守护自己的传统文化，传统的地，传统的居住地，这样子，让美丽的东西能够继续保留下来。好，这首歌叫《盘旋》。然后最后很感谢大家，然后很开心跟大家碰面，给自己掌声。好，盘旋。
大家。哎，很开心哎，哦，大家都是勇士了，因为咿啊呜咿，其实是勇士的一个勇士舞的歌谣里面拿出来唱的，大家都是勇士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巴莱，艾子老师、冰哲老师，好，谢谢今天的活动，啊，有一连串的活动，所以一定很热闹，拜拜。